我摩托车还给李灿，所以外送工作你就不暂能外时。送我们家，是会完蛋还是会爆炸？啊？你知道我唯一不相信你是什么吗？是你说你没有想要的未来。如果我想要的未来赚不到钱呢？难道我现在是富豪吗？我剪一颗头要跟老板三七分，我三老板七。你爸跟我还有爷爷，我们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对你的期待也是这样子。只要你肯做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对，你头发长长了耶！没有，客人那么多，你是忙。哎，什么啦？什么啦？客人哪有多啊？我很闲哦。